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好啦，但系问题好多人讲属灵嘅嘢，但你而家如果听我咁讲，佢哋有冇写到个真相出嚟？佢哋绝对冇，佢直成钉咁对都冇，但佢哋唔自觉啊，成个基督教界都唔自觉，佢哋根本从来系冇嗰个真相。原因我发现系咩呢？原因就系话佢哋里面充满虚谎，佢哋喺信仰系虚假噶啦。嗱，即系举个例，如果你叫彼得去对比法利赛人，两者去形容主耶稣，边个会最接近真相？法利赛人会接近真相咩？佢哋唔会接近真相，但佢唔系信神嘅咩？佢哋系信神，佢唔系宗教家咩？佢系宗教家。嗱，全个法利赛人部落，当系个部落啦吓，叫佢哋出嚟讲关于主耶稣嘅，佢哋唔会讲到个真相出嚟，佢最多讲到一啲嘢俾你羡慕主耶稣，吓可以利用主耶稣，或者甚至系逼迫佢，系咪啊？佢哋讲唔到个真相出嚟。但系如果对比佢哋嚟讲，彼得会讲多啲真相，多啲啫，唔系讲晒个真相，系咪？咁所以变咗喺我开始接触属灵里面嘅时候咧，我就一路发现一样嘢，佢哋缺乏咗一啲嘢。我发觉我尽量好似福尔摩斯咁去寻找佢哋讲嘢，但我里面就揾到蛛丝马迹啦，我揾到呢一啲线索啦。个线索就系咩咧？个线索就系我系直成要睇究竟呢个人凭啲乜嘢神俾呢个神迹佢。即系譬如好似无论其他人去写，好多人都写 Cam Coleman 啦，系咪？咁我就会睇佢呢个 Cam Coleman 凭乜嘢神俾啲能力佢？嗰个可能系最高潜水，因为点解呢？因为最主要真正佢身上有嘅能力都系嚟自神噶嘛，唔系嚟自佢天分或者咩？因为有几个系后期先有恩赐嘅，即系譬如 Vin Benman 同埋 Cam Coleman 系 Cam Coleman 直成系嚟咗婚先至叫正式起飞嘅啫嘛，佢关于佢嗰个嘅能力。因为我有听过佢讲过关于圣灵嘅信息啦，我睇过关于佢嘅见证啦，咁我慢慢留意一样嘢，哦，原来系有一个特点嘅，个特点就系原来嗰个人佢同神之间做咗一样嘢，喺性格上做咗一样嘢，导致神欣赏咧，原来神就会俾某一种能力佢。咁呢个其实同圣经里面讲好多嘢都一致喎，即系譬如大卫合神心意啦，所以神俾咗王位佢添啦，系咪先？即是一个接一个都睇到一样嘢，就係话呢，原来佢哋同神係作咗一个交换嘅。有啲交换係一个诺言嚟嘅。即係好似 Leslie Sumlow 啊 ,Oral Roberts 啊，或者 Kenny Hagin, 佢哋同神係一个 wow, 一个诺言。但其实嗰个诺言唔係嗰番说话你可以复制。係佢当时做呢诺言嘅时候，佢内心性格嗰个条件，性格嗰种质素。於是乎我就慢慢理解咗，就我就從呢條路去入咯。所以我睇所有呢一啲嘅見證嘅時候咧，我唔係睇佢哋嘅著作，因為佢哋冇講個真相出嚟。但我會揾翻個真相嘅線索，咁所以變咗由早年已經培養咗噶啦。就係喺任何事物當中咧，喺咁多嘅所謂線索資料當中咧，從呢啲嘅線索，好似福爾摩斯五問嘅身上咯。咁而呢一樣發揚光大最犀利就係當然去到2012信息啦。咁大家就见证到呢样嘢啦。我其实就系当日就系从好多好多呢一啲嘅事实去推理到出个真相。所以譬如好似你睇到今次而家我哋讲緊第三个可能性，我都系凭离开邮轮之后按住嗰个当时嘅新闻去推理出嚟咋嘛。呢个就系我其实唔系话而家先开始做呢一种。因为如果你而家先开始做呢种，你最多咪随时空手啫。但我可以推理晒成个国际会有嘅反应，全部一致之间会有嘅现象，同埋佢哋会同心所做嘅点样按部就班去做噶嘛，系咪？咁嗰个原因嚟自咩？原因就嚟自最早期咧，其实就系神用呢个方法去考起我。好啦，咁当我真系能够揾到个真相，我就照住呢个真相，即系话等于咧，你做个 lab 啊嘛 ，Kevin Coleman 你做咗个 lab 啊嘛，我就帮你做一份最接近真相嘅 lab 嘅报告，然后我照住呢个 lab 嘅报告去做翻呢个实验，我得哦。咁我做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然后我揾呢啲智商高啲嘅人。譬如权威啦，即系如果讲真，如果对比翻成个我对一当中嘅范围，教会范围当中，智商最高就系权威啦。即系佢情商低啫，但系佢智商非常之高。咁所以呢个责任就系佢听到个真相之后咧，我叫佢做。然后出去嘅时候遗漏咗啲咩咧，就劲啦。佢遗漏一啲嘢做唔到咧，就劲。我知道哇，咁高智商都遗漏一啲嘢，原来我某一啲嘅叙述都要讲埋出嚟。咁跟住重复几次之后，佢做咗翻出嚟啦。咁啊证明我。就是个真相。
虽然我的讲法或者我表达法同其他牧师都唔同，但我先至有嗰个真相。即系关于神迹奇事，关于神嘅同在，关于神 preach 嘅嘢，关于撒种百倍祝福嘅真相，我先至有，其他其实系冇嘅。咁跟住我同全威做完呢个实验之后，我知道原来喺就算将呢件真相讲出嚟咧，原来普罗大众咧佢吸收嘅时候，仲多一啲嘅贴近现实嘅字眼嘅。因为我而家回答你点解用斯利西用回忆呢个字眼咧，我就系为咗解释俾普罗大众听啦。即系话我揾到个真相啦，咁跟住我重复得到啦。咁我既然重复得到嘅话，咁我只不过选择更加能够让普罗大众认识嘅字眼去表达出嚟啫嘛。所以譬如关于用回忆方式嘅恩赐运作，我相信普世都冇人咁讲，系我讲嘅，因为我揾到个真相，我中点讲啦，但我点讲都系个真相。但有啲人冇个真相，佢讲乜都冇用，明啊？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。弟兄们，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与我紧靠在你身边倾祷告，愿敬拜将心里情意尽铺，灵明觉醒心机可羡慕真道，寻觅到新方向我得指引，神已将真达到，我等耶稣，期望可跟你倾诉，站着你两方感到鼓舞，盼一生得着你恩报，耶稣，唯独你心切知道，明白我内心低如乜土，无尽爱意常在我内心感到。